是往后弹的，比较少见。哎呦，真的呢，真的呢！什么叫做见缝插针？你就看到姜昆宇跟岳东华两个人交错而过，然后呢，哎，这球就在两个人中间穿了过去。这球打在一二垒之间，哦，他打得跑了，还真的蛮有自信的。跑者看到了 stop sign， 好，连续的三支安打，现在是没有人出局，攻占满垒，一出局满垒满球数，这是明显的坏球，这个球一出手就开掉了，蛮好选的，所以这个保送呢，使得富邦攻下了第一分，而且还是维持满垒，那把球。打到外野去哦，这一球打中线就是安打了，而且两名跑者要回来得分。这支安打带着两分打点，富邦追回了两分，现在是3-5。王振堂连续两次上来都打第一球啊。这一次就调整很好啊，打中球心，哦，是变化球，虽然有一点打在棒头上哦，但有扎实击球哦，形成安打。而且因为是很扎实的击球哦，所以在二垒出发的也都回来得分了。德宝拉球数领先哦。飞球掉下来，进入到光圈里面，结果掉下来。张志豪呢，手右外野。刚刚这个球是有一点点光害所造成的。对跑者来说，会觉得张志豪好像已经掌握球的落点了，所以也没有离垒很大。确定落地之后才往前推进，应该是进入到灯光里面哦。对，要遮，但是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控制落点。这球在游击，手球又漏掉，那只能抛二垒，再到一垒 ，safe， 李磊接球了。对，因为哦联动的反应，姜昆宇接的不够干净，也影响了岳东华的传球准确度。走，这球打得扎实。这么扎实的平飞球被郑颂恩接近手套，可惜了。富邦在第二局呢也打了一轮9名打者，也攻下了一个4分的大局，4-5，还有1分落后。